大家好，只要我蔡悠悠，川哥在于工地哟。每天呢，给大家分享工地上的生活。中午吃饭了也干活，今天中午又跟老根儿在一起吃饭喽。看看中午吃的什么？今天中午吃鸭嘎嘎哟，芝麻呀。老根儿带的南瓜饼，萝卜炒肉丝，我也炒的豆干儿、青椒炒肉丝。嗯，鸭嘎嘎，鸭嘎嘎，不用是蒸的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蒸一锅，这是芝麻鸭，芝麻鸭，卖成20块钱一只，买了一只肉，可以哦，20块钱一只？是啊，一个买一只，你新买一只哦，一只，把那个腿腿一只了，嗯，哎呦，是嘞，啊，我两个一个啃个腿腿，两个三个一个吃一个吃，下午整顿了，嗯。这是老根带的南瓜饼咯，吃一个看看哈，嗯，还多好吃的。女人呢？别太阳。还有两个。待会把我刨出来来，大哥，快刨回来。干活路就有冷，你把快活穿起。啊，干活路有冷的，这万一冷了，嗯，穿起穿起。冷了，我穿一下，穿上的脚现在就是好了，休息了两三天呢，今天又坚持了在工地上煮火炉。好了，谢谢大家关心啊，谢谢。哎，啃鸭子不？二啃了，那么硬。还没啃完，我没啃多久就行。芝麻呀，倒香的哦，还是多爱的。啊，在工地上摘了好吃的。我们打皮子锅哈。啃喽。两个哟。嗯啊。两个就两个。这个啃了再多少？每天一袋儿菜，五袋儿菜，反正吃不完的菜就很多了。你那个南瓜饼还可以啊？啊，还是真的。我倒一下。过来。看一下发音。蒸起来。对，是蒸了。是啊。那个牙挺好看。真的，我麻烦吃。嗯，在我们工地上干活，活得快，还是要多吃点，吃饱。菜也全部给我，今天总共也是吃的饱哦，看吧，还这么多，把肚子都当撑了。领导子，我走了。你走啊，我慢慢吃。下来。我走一下。好了，看看哥在这里吃，我先走了哈，拜拜，领导。你总快吃饱了吧？也是带你饭噻。啊。啊。今天中午的鸭嘎嘎还没吃完，四个人带的菜还确实丰富，鸭肉、南瓜饼、两份肉丝，吃的很饱，吃的很安逸哦。视频就录在这里，嗯，喜欢川哥的点个赞，给我们加个油，建筑工人加个油，呵呵，谢谢大家，再见，拜拜。他们走了，我也把摊子收一下。